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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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其实我已经玩到一个想要直接关在主城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期的主城比定九州多哎，为什么这期的主城可以挂这么多人啊？有人知道吗？好啦，我最近对对对，我们最近看到比较排行榜，先讲一讲，我们在主城挂一下。仙盟排行榜，仙盟排行榜。那仙盟霸主是林深。真假的？算是中英的胜利。遵守承诺，说吧，你想知道什么？城南有一修真禅，人称九痴，什么意思啊？熟知得道飞升之法，你带回去可以变身，定能从他嘴里套出一二。哎呀，天气这么热，可不高兴做生意。此树原枝繁叶茂，一夜之间草木枯萎，害我没了树下这方阴凉。若是还我一棵葱茏大树，我便将酒卖给你。没了日头的毒蜡，我这生意可就好做多了。嘿嘿，这壶酒送给你，就当谢礼了。不能照自己是怎样？老头儿，结果又是这个光棍。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没大。